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传第41集。砍怪砍到了天黑，一看现在才三集，怪都被小月给抢了。对了嘞，怪我喽，谁让我眼尖一点就发现了怪，我都升到六级了。好吧好吧，我先用炉子烤点牛肉吃，身上的东西都快吃完了，放上煤炭烤上肉。 OK， 那我先去打怪了，你别再和我抢了哈。嗯，好吧好吧，我们分头行动就不会互相抢了。哟，小恶魔，你也别想跑，我砍砍砍砍砍砍！还有两只魔力克，都给我使！哎，好像又爆了能开启传送门的宝石哎！看看这次的是啥？天堂纯宝石！哎，意思可以去天堂了？不是一般人死了以后才会去天堂的吗？哦，当然也有可能下地狱啊！嘿，有意思，等回去了我就去天堂逛一圈。现在的关键任务啊，还是继续打怪升级。我砍，唉，终于到十二级了，真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怪了，我真的是手都疼了。不过总算是啊，百二秦关终归楚，唉，最终还是完成了这个目标。哎，小月也回来了。哎，小月怎么样？你十二级了吗？当然，都快十三级了。哦，好可累死我了。嘿，你看我手上的，打了那么多魔力克，竟然给了我六颗天堂宝石。六个算什么？我身上都有八个了。我去，我还以为我人品爆炸了，原来这东西这么容易出的呀。对啊，这怕是在暗示我们要去天堂逛一逛了。除此之外啊，我还拿到了那么多铜币，可惜啊，一直没能找到可以花钱的地方。巧了，我身上也有一大堆铜币。之前村民不收铜币，不肯让我用钱换东西，我都不知道还能和谁交易了。不过总算达成我们这次外出冒险的最终目的了，可以安心回家收拾那些在家门口晃悠的恶路了。那给你些烤牛排，我们上路回家吧。哎，那是什么怪？脸上围了一个纱巾，难不成是什么酱油大盗？他在盯着看谁啊？纳尼，这墙上还藏了个人。对，被我抓住了吧。别打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在这干嘛呀？追杀吗？这家伙抢我生意，本来客户都要掏钱付款了，他把我生意搞砸了，说什么我是假冒伪劣产品。我不打他，打谁？你血口喷人，我才不会干这种小人才做的事情。哼，就是你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是在背后说我们家陈斌的坏话，还说什么这种垃圾武器送给你都不要，还说我们产品质量不过关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。你不看看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卖得多贵，简直就是抢劫，自己没了生意还想坏我们的生意。我们家产品本来就是物美价廉，被你诬陷成这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吵了，真是烦。断人财路，只是我跟他没完。得了得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先让我看看你们俩卖的啥玩意儿。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